这样的地方要造房子，我们都各自试过各种方法，像不知的像家，像像像种自己的天堂，大的阳台，大的花园，自己种的花，可能偶尔办个 party， 亲朋好友聚在家里，出门在外当然就是看我 homie， 一定过有亲自前进 man， 同时春景浪漫春光 you know， 所以当我们同桌在演戏的时候，我都特别的珍惜。We smoke， 开心的夜晚，好朋友们全都在一起。财务的状况都是一样，差不多的 fuck， 代表时候房租可能还是靠爸妈，不好意思讲，像还没长大，在我台上人模人样，在台下每天吃饭饿得快要胃溃疡，没这么夸张，但每到街上时刻心情也一样复杂，哭穷的少年没有人要理他。Yeah.